哎呦，一开始就这么狠哦。情况如何？很多僵尸，他直接给你动画呢，到处都是家族的人。家族的人是什么意思？净水器。Maya， Aiden， 哎呦，艾顿 ，Aiden， 我们找到了一个入口。这感觉就像L4D2四人小组啊。找到净水器了，把它取回。哇！适者生存，为了净水器。哦。哇！烟雾弹，放丧尸进来了。We gotta go！ 好，我们投到净水器了。滑鼠可以动哎。哇！完了，真要死了。哇！全身穿盔甲，哇！哇！超酷的。哦，快跑哦！抢到了，抢到了。我们的车呢？快发信号弹！快点来呀、啊！哇，好刺激哦！车子来了！呜呼！黑人哥，这个根本是路西恩吧？路西恩改拿散改拿双管散弹枪了，死给！一个开场就这么刺激，我哪受得了啊！大家都失去过至亲之人，可能是妻子，可能是女儿，而我则是两个都失去了。我试着走过阴霾。我会入睡醒来，但每次痛苦只会加重一分。我开始不自觉敲管子，希望会被丧尸听见，想自杀就对了。但最后听到的却是 Hunter 找到了我们，他教会了我再次团结起来。建了营地。Anderson， 直接叫营地就好了。来者皆是客。然后又搞叛变，搞内斗，搞权力。哦 ，OK。打开任务简报，这就是我们刚开始进来的一个。界面哦，然后这是侦察员、肉盾、战术家跟辅助哦，后面两个角色还没有解锁。这是一个算是团队默契蛮吃重的一款游戏哈，就是算是如果你要生存下来，你就必须要很有足够的团队默契。那我们如果一个人的话，我们要怎么玩？我们一个人怎么玩？而且他这边还可以随意切换你要的武器这样子哎。技能烟雾弹，哎、欸，这个技能超多的，完了，我已经开始不知道这游戏要怎么玩了。反正等一下他们要打自己会进来，就这么的简单。我看我把麦克风给关掉，字幕打开，字幕大小可以调整哦，当然调最大这样说吗？电游。OK， 我们直接准备。他连不到人就可以直接进去的样子，然后后面如果陆续有人进来，有没有？他就可以来帮忙。好，这样。特区有不少食物或物资，只要你知道在哪。
workers and humans alike. 嗯，it didn't take long. 事情没过多久，另一个家族就阻挡我们面前。他们开出一笔交易，只要我们加入，他们就只拿走我们一半的食物。我答复了他们。还说不想使用武力。That shook them a little, so they backed up and backed out, but not for long. 好景不长。See, cowards, they prefer others do the fighting for them. But I didn't know how far they'd go until those first walkers appeared. 乱组队的后果。啊，这是不是乱组队的后果啊？哦，开始了。Too scared to face us head on, so they sent a horde of walkers to do their dirty work. We don't have much choice. Put up what defenses we can. Secure the gate. 杀死丧尸。哦，僵尸来了。哦，个鬼啊！下面是我的气力值啊。打头。哦，有爆头了。哇哇哇哇哇！我靠！死吧你！还不死？看我还有体力值啊 ！Oh my god！ 洗内！啊驾！蓄满气攻击，结束了。修复大门需要木板，木板在哪里？他说需要木板，我没看见木板啊。Hello， 我就可以跳过去，没屁用的跳过去。右键是什么？右键是出拳。我看到了，捡取木板，修复大门，快一点！我正在快啊，不要吵啊。按住，我怎么感觉不出来他们有被修复啊？哦，两条这样子啊，还需要木板不够，我就不能一次拿多一点吗？不行欸，他说不能期待太多，我好可怜哦。啊，路障，有了有了，去拿一些弹药，金手胶血，捡取，储备物资。他每个区域都有一堆弹药，哎，捡取弹药，这个金属四个，打开制作菜单，怎么打开啊？教一下啊，怎么打开啊，大哥？按这个，按 Q， 他没有讲过叫我们打开 tape， 挑选防御公式。防御公式怎么挑？叫一下大哥啊！你就直接叫我这样做部署，按 Q 部署是怎样？靠腰把它丢地上了，这是我的补包啊！感恩老师哎、欸，哦，拿这个啊，多拿一点，捡取归还。哦，原来可以捡取跟归还啊，放置在大门。没问题。那我这可以把它拿起来吗？看来是不行。带刺铁丝二分之一，再拿一个。剩余时间防御公式，我们可以再摆吗？不行。我又不知道哪里会有那个部署防御公式。哦，这边也放了一个。然后呢？没东西可以让我们部署啦。够不？没。好，我们现在等时间到，多捡一点。虽然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子弹啊的上限是多少。
倒数计时结束。A B C 第一波。我靠！我们全部从上面跳下来是怎样啊？他们直接从上面跳下来的、欸，防守，防守。哦，我懂了。他给我的那些时间，就是要我来去各个地区防守啦。哎呦，现在才搞懂哎、欸。进来了，进来了，尴尬了，哈哈哈哈 ，no， 根本不知道怎么玩，现在才知道怎么玩，笑死！他刚给我足足一分钟的时间，哇，他们从哪里来的、啊？我觉得非常的母汤，赶快拿木板。哇，无声无息的走过来了呢，叫你 combo。来了，门那边，门那边 B 点。完了，我们没子弹了，靠背。我们要 GG 思密达了。这个呢，一定要多个人玩。干死定了！哎呀，一个人玩三小，哎，别玩了，别玩了，完了要沦陷了，我们要输了吗？还要撑十分钟？立马立马帮帮忙！哎，你好啊！哎，你们好。你们好，你们好，哎呀，哎呦呀，还不死，还不死，你们好啊，还好这边物资丰盛啊，很丰沛，很充足，不用担心不够的问题，那物资会一直生出来，很棒，吸不吸？吸呢？我捡，哦，这边来两只，哦 ，reload it， 我需要木板，快点快点快快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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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来了 ，A 点的僵尸来了 ，A 点跟我来逛街啊。我靠，差几耶！别这样子好不好？走来，快点快点快快快！超级守城，洗内。Oh my god！内赢得了喘息时间，请确保大门紧闭。教我一下怎么确保好不好？前门有丧尸，好的，快去关门。他们又把他推倒了，我的天啊！要是我身上手榴弹该有多好啊，你说是不是？Nope！ 我靠，他们怎么来的、啊？那些僵尸怎么来的？这阿布是怎样？我操！我靠！我靠！这怎么搞的？天哪！哇！情况危机！我靠，超级危机啊！赞 ，Good job， 杀掉剩下的十只僵尸，
那这个死，这个会喷我满脸啊！这个，我操，错姐！卡林贝要死了，包子几块嘞 ？Oh my gosh！装填，什么手榴弹之类的、啊，把这里给炸了。还差两只，还差两只。这是干嘛？启动警报器。哔！僵尸会全部聚集在那个地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，难怪那时候被喷的都是。补一下，补三小，这再从此区离开，结束了。一鸣惊人，嘿，你好，与他交谈。哦，这是其他人这样子啊、哦，与他交谈。Welcome back， 领取奖励。哦，营地的领袖。前往，这是新的任务啊！在上次攻击中，家族偷走了我们营地的净水器。如果要活下去，我们必须把它夺回来。这不是刚刚那个任务吗？在营地中解锁新路线，可以前往此地。哇，怎么解锁新路线啊？不断的解其他任务吗？我们现在这边只有一名惊人的情报任务而已，没啦。哦，我看到了啦，这边啦，营地升级啦，路线解锁，没有材料。哦，还可以这样子搞，防御攻势啊，减速敌人，开锁工具，这种基本的就有了。我、哦、需要升上去，这个材料不肥呢齁。OK， 失而复得是什么？你在？好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来这个地方了。这是第二个任务，我们必须把它夺回来。所以玩到后面可能也要跟真人打，这剧情任务啊。个人觉得这个游戏其实应该可以开个连载吧？你们觉得嘞？因为它有剧情任务啊。啊，虽然感觉好像都大同小异，但是该怎么讲？应该可以试着观看吧。而且我觉得应该不会很长。对啊，好啦，不管了，反正总而言之，今天就是一个试玩哦，反正就先这个样子。我只是稍微玩一下，让大家知道这款游戏呢内容大概是怎么样。不过目前只玩前面，后面会如何不晓得，好不好？那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呢，希望呢按个喜欢啊，然后一起把影片分享出去，多多留言，让老头知道你想要我继续拍这个连载，又或者是去我的 Nolo Life 呢啊按个这个追随，好不好？感谢各位今天收看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有机会。过度杀戮，阴湿路，再见面了，拜拜。